由指导老师做烘焙点心的教学示范，学生们陪同长辈进行每个制作步骤，长辈们体验烘焙乐趣，学生在与长辈的互动之中能有机会付出专业，也可以学习如何与长辈们相处。楼顶遐烘焙的时阵，大家啊有食佮有喝呢，哦，足好诶，满载而归，大家都很高兴啦。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哈，大学里面有很多的科系，它有很多的产品，那他很希望说哈，让各个社区哈都能够知道说这些的东西哈，然后可以开发出去，那让我们长辈也好好的享用。是因为平常老师都是只面对我们学生在教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是可以跟长辈一起互动，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就是如何跟长辈交流。然后如果以后出去工作或者是服务的话，也可以比较知道怎么跟长辈去聊这些东西。南开科技大学 USR 不老城计划特别规划社区长者体验共学，邀请育史社区长辈到餐饮管理系及休闲管理系参观教学设备及教学成果，并让长辈亲自尝试装饰慕斯蛋糕等点心，还自己手冲咖啡，体会一下时下喝咖啡的感受及味道。我们特别安排了助教，就是学生把他们在平常学习的成果来跟我们这些长辈们来分享咖啡的冲泡。虽然咖啡是属于西式的这种饮品，但是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让社区的长辈能够体验新鲜的事物。其实年纪大了心态不一定要保守，我们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学习，来看看外界新鲜的事物，看看社会进步的情况。由学生示范手冲咖啡的流程，并教导阿公阿嬷们体验冲泡咖啡。县员蔡明轩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除了让长辈有社会参与的机会外，也透过亲自冲泡咖啡及烘焙等过程，学习新技能，提升自信心，并获得成就感。社区的一个长者平常就做到主家吼，啊，但是对于烘焙吼，伊嘛是较无经验，只有吼学校吼带领即无同款的活动，吼也让我们的时段吼，当然咧行出咱的社区吼，啊来咱的学校吼，啊来学无同款的技术啦吼，增广他们不一样的一个见识，吼啊感谢咱的学校跟咱的社区这样用心吼，啊好咱的时段吼体验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乐趣。主办单位表示，擅长做菜的长辈却往往鲜少有机会接触到烘焙及咖啡，因此借由活动的举办，提供社区长辈更多元的体验及鼓励长辈多走出户外，也增加生活的乐趣。记者洪一伦、巧屯采访报道。